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。你会爱简单的生长，我们的歌词第四场团战的结束，整个本季的团战也落下帷幕。历经四场团战，乐享乐队和尊老爱幼组合全员晋级，两小组淘汰出局，无缘最终的音乐盛典。而此时对于第四季我们的歌来说已经接近尾声，团战中不管是经典重新演绎还是新歌的翻唱，都带给了大众一个个令人惊艳的舞台。可是这毕竟不单单是音乐切磋，还是有着一定竞技性，最终对于淘汰的歌手来说自然就稍显遗憾了。第四场团战，尊老爱幼组合和壮志凌云组合之间展开，最终尊老爱幼组合9分全员晋级，壮志凌云组合 8.5 分杨丞琳和许晋韵淘汰。歌有一些歌词如果让萧云去唱，我会觉得有一点太早熟，我完成不好。刚刚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失控了。不会，不好意思。这一轮周传雄、张琪、萧敬腾带来《斗罗大陆》的表演，也是唯一一场超130的票数。当然比较可惜的是，最终周传雄还是遭遇淘汰，真的最为意难平。四场团战有着两轮平局，乐享乐队组合积分最高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过程还是相当精彩的。周传雄、陆虎、杨丞琳、许晋韵虽然淘汰，可是回顾他们的表演，惊喜连连。其实你把这首歌改成三拍子的歌，其实很难唱哎。对，他基本上是。怎么会有沧桑？所以我们还是年为爱情。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周传雄、陆虎参与的《爱我的请举手》舞台，复古感十足，又有着极强的律动感。此后的《我的心太乱》又深情戳心，《斗罗大陆》又是热血沸腾，《寂寞沙洲冷》经典重现，一开口就是《回忆杀》，全新改编更为动人。最后的海域恋，周传雄更是首次挑战唱跳表演，大男孩活力四射。我已经抛开过去面对，在几分过去就放下，这么说我想你懂吧。杨丞琳、许晋韵参与的《流浪的红舞鞋》，舞台剧风格氛围感拉满，杨丞琳搭档林志炫的《如果没有你》经典演绎，极具辨识度的歌声让这首歌有了更深的层次感。参与的破茧未来的电子音乐感和摇滚风格又是燃炸全场，你的样子经典不灭，欢乐的旋律下带着淡淡的忧伤，极具沉浸感。他他他又是为女性而歌，不同的情绪传递出不同阶段女生的感受，以及要勇敢、要坚韧、要记得与自己和解的心声。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参与的舞台还是各自合作的舞台，论实力自然不输晋级的，当然票数差上也是相当小，所以就是运气多与少的区别。不能因为淘汰就否定了这些舞台，在这一季节目中，他们带来的舞台占据着重要位置，值得反复欣赏。随着团战结束，终极音乐盛典即将到来，最终又将展开怎样的 PK？ 哪一小组将突出重围，拿到最高荣誉？拭目以待吧。